蔡英文不见王，时间拉回到跨年夜，马英九和周美青合体一同现身台北市政府参加跨年倒数活动，蔡英文则连赶高雄还有台南两场陪民众跨年，蓝绿候选人固守各自的执政县市，互别苗头。幸福跳起来，台北动起来，向向向暖身迎新年，马英九带领民众跳跳跳，为的就是这等待已久的压轴秀。火烛银花光彩夺目，举世知名的101大楼烟火秀让民众惊呼连连。大选开打第一次夫妇同台，马英九说悄悄话，周美青扳着脸连理都不理。在跨年同欢的场合，马英九致辞也得放轻松。回顾过去这一年，真的是一个平安年，台风、地震都少，而且其他的包括车祸，通通都是历史的新低。刚才查了一下，我们翡翠水库是满水位，明年上半年也没有问题，所以我真的希望这种风调雨顺的情况明年能够继续，好不好？希望来年平安延续，把握选前抢曝光机会。蔡英文在南台湾绿营执政县市高雄、台南跑透透，当抽奖嘉宾抽出和自己竞选号次一样的一号，蔡英文一脸讶异，还多看了好几眼。2011年，不管你过得好不好，我们都尽了最大的力量了，所以我们是不是给大家拍手，给自己鼓励一下？我们希望在2012年，我们有新的希望、新的改变、新的未来。祝福新年一切求新求变，但自己的愿望蔡英文没有说出口。跨年夜蓝绿都刻意淡化政治味，但一南一北壁垒分明，选战的烟硝味依旧很浓厚。欧亚卫视周继威、彭志华台北报道。